剑盾在侧，护己及人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战争之道在于听见自己的心跳，知道你还活着。嗯？面对我。 我踩出剑平A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我踩一手。这家伙一个都打不死吗？ 啊，打死了一个！凌厉的长枪在麦田面前，好了，可以 ，nice。 二环二还不错。我的命运是我手中的武器。我这给你补最后一刀，还补错了呗？哎，不是，这为什么有个 bug 呀？ 呼唤着所要的力量，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。那我可舒服了，那挺好啊。正好买个鞋，出门吃冰了。能 remake 不？ 一个玩家无法连接游戏时才可以。没事，那我们吃兵无所谓。正好，我这工资装我就不要了。小仙女生气了，生气了。这连上来干啥呀？快滚啊！ 你上来干嘛呀？力量穿身，我正毅然前行。哎呦，我操！事成之后。 我将欣然赴死。为何而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谁而战。 虚波中路。 站起来！你不全给我吃吗？你滚啊！你怎么又不给我吃了呢？到底给不给吃？这人啊！
见他。这么闹要干什么？吃一半又不给吃了，你看，说话像放屁。没有生命。操！给果篮吧，塞拉斯挺能来呀。战斗下去！我操！我踩住！平 A 接招！哎呦，有闪！天界刻下属于我的伤痕。我在巨神峰之巅，我要回家了。最后却发现，他一直在我心中。这些神的力量，只不过是我们的倒影。天际下路火蓝4-1，看看能不能把这火蓝杀了。每天玩游戏对付自己，对付对手还得对付队友啊，这游戏是挺好玩，这不是5个人的游戏，这是9个人的游戏。世界在动，天界止步不前。我踩住平 A。哎，好闪！哎，我操，还能1换1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这都能打个1换1吗？我还要死多少次才能学会活着？你将知晓，生命就是一场无休的战争。好的，我踩住这子，这兵力。
来个塔皮，让我成为一名普通士兵。Shut down！ 我踩住平雷剑子。哎呦我狂风之力！哎呦我操，好痛！最后一下好像暴击了，有点疼。最后那一下暴击了，我操！又一次复苏，意味着又一次重你说我们是先杀小炮还是先杀火蓝？那我先杀，我先杀火蓝吧。哎，先杀小炮吧，是，我全都要。我会记住你，天界保护你的名字。我们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我曾一落千丈，便可再度攀登。干他呀！你怕啥呀？你眼儿挺多呀！要上战场，你先要顶天立地。咋眼儿那么多呢？给我吃两口来。我踩住乌鸦子。千百次，我曾找到这黄人。我操！我奶奶比你一抠的都快。一个攀登者也会知道如何坠落。我建议可以不用一抠。不屈。好吧，打下回城。先来个水银海，百折不挠。中路一个柱子，上下路两个傻子，打野一个呆子，更沉重的是一条线，没一个像人的。你他妈老怕什么呢？我搁你旁边呢，你说你老怕什么？你给我杀他！平 A， 我平 A， 我平 A 接招。还行，可以，完了，胖子。双杀可以接受。美吗？天神已死，凡人。辅助是个喷的，辅助可没喷人啊，辅助可一句骂人都没骂过。呼吸，品尝空气的味道是我们的荣幸，这是无数先祖用最后一口气为我们换来的。好加血！你然心虚，并不等同于逃避你犯下的错误。我靠！
这中路我应该能杀，塞拉斯技能没好，去中路杀他，直接开大啊！若品尝过神的恶魔，就再也说不出甜。我踩住点燃剑扎！你他奶奶！哎呀，这都能把我弹死了！你妈呀！我操了！那皇者的 EQ 中过人没？有人知道没？先扎平 A 踩住，平 A 吐。先把龙拿了，别的可以不要，小龙必须得要。收集的因为万物都会坠落，所以攀登是我们必然的宿命。我踩住你这我这个英雄不太适合这种大规模团战打人打架，你知道吗？我平 A 点燃接扎，平 A 接扎，给我吞了，没事，我应该死不了。操，还套点燃！哎呀，他不套点烟还行，他给我套了个点烟的。你就别打了，还有三十秒，打不下来了。事成之后，我将拉倒吧，我去打个蓝去。哎，狐狸现在改没改版？改了是不？是不是已经改完了？力量意味着你的毁灭。踩住！直接大龙吧，兄弟们！我会记住你，还会向天界高呼你的名字。一人之君，直接大龙吧！别墨迹了，直接大龙吧！
我看对面也没有要来的意思。出手要快，下手要狠。一会儿不来把狐狸，我没买那列娜塔。我们活在一座山峰的阴影中。我们面前的山不一定真的难以逾越，怎么的还打呗？甚至不一定真的是。要杀我！哎我操！给我狙死！这到底是怎么打的团战呢？你说这技能全他妈放我身上都能打输了啊？这都能打个三换一呀、啊？哎我的天老爷呀！这塞拉西搁后边放技能。然后呢？技能全往我身上甩，绝不认输。男孩打输了，我不能理解。完事我们还大龙 buff， 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啊！我来个春哥吧，我本来想出青羽龙。地在我脚下。小东西，小波比偷东西。我直接飞。我踩住我点燃绝杀。一技登天，这波肯定是能打赢，没事儿。挺好，我们家三条龙了。多少次才能学会活着？黄子立功了，嗯，立功了。黄子一 Q 中了。现在他妈一 Q 玩黄子一 Q 不中都能赢游戏啊！我的天！战争之道在于听见自己的心跳，知道还活着。我可来个钉吧。信为啥不说话了？他累了呗，他累我也累，索性就不说话了。你不再背负恐惧，一定还能走得更远。我就想知道那人都上哪去了。我出来以后人呢？哎，我的命运是我手中的武器。来，洛克萨斯之手，给我杀波尔比！你拽他呀！你的拽呢？那佛爷哥是个怎么回事呢？你拉呢？你后边杀这个来！我踩住平 A 接杀，上个 ADC 的身还不下来了呢。
杀戮。打的蓝不太够用。只要你坚信战斗的价值，就不存在失败。赶紧来个大青玉。复仇即是寒冷。处理高山的我，其实应该出个暴击的青云，你们觉得呢？然后来把无尽，无尽暴击青云加个收集者，这就正好的，这就正好60%暴击。翻过一座山，你就高过一座山。佛爷哥要过来了，我们干他啊！这人有点多呀。长枪所向，一往无前。怎么还投上劲的大招了？我自己也不敢上啊，他们也不搁我旁边啊，这些人呢、啊、哎，不鸡巴在这晃了，我开了啊，晃啥呀，晃直接上去踩住，咋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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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完事儿了，让他们秒我，你秒我，我不有春哥吗？秒个辅助还带个春哥，你不必输吗？我要抓你，打个灵魂舞，这家伙给我一顿追呀！投降了。这把全靠辅助，没有他们我开不了游戏。下一把。